是该是时候放手，该继续挥霍我所有，或是到此为止，一切已经显得有些放纵。窗外的声音常常听不到，脑海里总是浮现片段画面的争吵，想找个办法消除那些浮躁，找不到办法，只好听歌听到睡不着。想起很久以前做了一个很美的梦，你还记得吗？梦里的结局和心里想的完全不同，绝不能重来过荒谬的剧情，终于被点醒，前进再前进，寻找你的身影，离你